我的天啊，用一个口罩和羽毛球绑在一起，点一根蜡烛，就能像热气球一样飞上天，飞呀飞，一直飞。什么鬼？是我眼瞎了吗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一个口罩，一个羽毛，点一根蜡烛，就能像热气球一样飞飞飞。什么原理哦？这绝对是不可能的，怎么样我都不可能信。看完你相信吗？也不是说不可信。简单的材料呢，家里都是有的。做完就把西西公主送上天吧。什么？你说把什么送上天？不知道呢，我啥也没说啊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呢，也是非常的好奇的。点个小星星，咱们就开始来实验吧。拿出一个即将被拍坏的羽毛球，用剪刀把这个毛毛剪掉。哇，真的好硬啊，这怎么剪啊？则能先一根一根掰弯再来剪，哇，咿呀咿呀，一下子就光秃秃了。再拿出一个废弃的口罩，把这两条带子给它剪断，像这样子呢绑在上面，非常的简单，有手就行的。重点的一步呢，羽毛球中间插一根蜡烛，生日蜡烛。紧张吗？我们要见证奇迹啦。这长得跟热气球简直一模一样哦。这个步骤呢，小朋友你们就不要尝试啦。准备好了吗？这哪里会呀、都不会飞上去的，没反应。一下别人就会慢慢的飞上天，我咋不行呢？难道是需要魔法的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们知道吗？人傻要有个程度啊，小熊就真的没救了。是我傻。还是这是假的呢？